帮我准备绿豆粉跟童子尿，这样我会好的比较快。帮帮忙！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好臭，好臭！哎，不过我要甜甜的，还蛮爽的。问候令尊令堂，祖宗八代下流找人数。你几两个？我是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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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伯来呢？那就开骂了。你这两个嘞，出边过来了嘞，恁我擦鬼！你这两个帮主婆，杀马兰刀土杀乌鲁，我擦鬼！恁这两个，小露露小姑姑，恁我擦鬼！你这两个，鬼鬼小闹密摩达拉，露露小闹摩拉阿里达，屠杀！恁我擦鬼！老母大人啊，我骂了那么多的脏话，怎么他们还不出来啊？乖乖熊，嗖嗖嗖，正好迈上小溜溜。这位同学，谁叫你骂脏话的啊？你给我小心点。啊！爸，搞不清楚他们怎么那么皮啊，我们会骂的脏话都骂完了。还有一段没有骂。你这两个臭屁眼狗乱来，流氓鬼卖呢！小鬼鬼，小嘟嘟，小闹，阿怕阿莫弄得死！我来恁这两口要求碰到表面是用钢筋刀一个山头去整个啦，啊你别死出来！不来啊！哥，恁这两口欠人命啊！隔壁讲下流阿公，你真是很下流哎！竟然对我们用这个问候令尊令堂祖宗八代下流找人数，我们两个难得好好度个假，你把我们叫回来干嘛？干嘛叫你们来救人呐？来了来了，你看呐，百年难得一见的伤口了。姑姑，请把脉来。知道他人很大，不对，我是说什么意思？好剑，他是被一把好剑所伤。啊，死定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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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老师就说人家死定了？你们有哪一个救活过的？错，这一次他的伤虽然严重，但还不至于死。我所谓的死定了，是指伤他的这个人，如果我们谁惹到他。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安尼一定就是我有迄个人。你有？爸，你知道谁啊？就是那个兰陵王，伊赫那拉家族圣战禁卫军，对不对？夏雨一猜就对，好棒哦！你知不知道阿公后面还有什么对白？猜猜看。阿公。会不会是在我们家附近出现的那位高手？可是我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真面目哎。因为啊，看过他的人都死了。看过他的人都死了。我听得到。所以各位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两位，别这样嘛，你人都还没救哎。可是救他的人也会死。救他的人会死。哎呀，所以我说快走啦。喂，搞什么？这两个人不要怕成这种样子吗？这几年，这个兰陵王在异能界崛起，他几乎就像死神一样，让人闻风丧胆。东城卫阿公是怎样惹到他的？哎呦，老母大令啊，他们两个都那么害怕了，那我们还要救阿公吗？当然要啊，阿寇可是修的好兄弟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对，而且他也是正统的铁克禁卫军，
跟我们一样的身份，都是守护者。哎呦，那到底要怎么救啊？阿公，帮我准备绿豆粉跟童子尿，这样我会好的比较快。但是切记啊，一定要货真价实啊！注意点。哎，阿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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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贱啊，见人自有见招，他说的应该是真的。哎呦，阿公啊，都什么时代了，哪来的处男啊？对啊，像我就不是了嘛。哎呀，那拍谁？我是。啊？那开玩笑的。我夏天应该还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已经不是，连你都不是，不是不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牵手算吗？不算不算，接吻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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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算了，也不算是。那啊，算了，不用讲了啦，小哥，快快快，你赶快去尿，一定是啦，快快去尿，别等我，快快快，去去去。哎，这夏天怎么这么久啊？哇！哇塞，小哥，你活期未免太大了吧？尿怎么那么黄啊？还好吧。每次量都这么多吗？尿这么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。夏美，那个救人要紧，快。夏雨，夏雨来救人啊！我为什么我要？哥，救人要紧啊！你自己不会去啊？快点！哇，烫的，好冷啊！糟哦！阿公，为了你好，你就忍耐吧。忍耐一下。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好臊，好臭！不过我要甜甜的，还蛮爽的。有用哎，爽啊，爽！你就多喝一点，不要客气，多的是啊。就是你讲的药方嘛，那个童子尿加绿豆粉。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哎呦！哇，越来越有用了。你们说了，我刚喝的是童子尿加绿豆粉。对了对了对了，那个是小哥的，而且我确定他还是处男哦。又晕倒了。再来。哎呦！阿公，放心好了，我真的是，所以你有救了。他真的是，他真的是。不是啊，我说童子尿加绿豆粉是擦在伤口上，不是用喝的。我不会。